各位同仁请就座，开会。向大会报告，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质询。第一位，请许昆源议员质询，时间45分。李文倩。来放我讲。许议员，在你质询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现场的贵宾。各位同仁及市府的各位主管，现在有高雄市立新庄高中一年九班的师生莅临本会旁听，由他的老师吕玉达老师率领一年九班新庄高中的同学们来到现场，请现场的同仁鼓掌欢迎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许议员，请。放我行。陈抗筑起铁巨马城墙，包得像堡垒一般，带刺的巨马把民众隔绝在外。仔细看到这边呢，非常多都是锋利的蛇龙，而且这次出动的蛇这个巨马上面呢都有这样子锋利的铁丝网，还有呢这个具有锋利刀片的蛇龙。但是呢，就有立委提到说，像这样子程度的防护啊，根本就是战争时期才会有的防护程度。甚至稍早的时候呢，也有外国人向记者来询问说，这里是监狱吗？事实上，这里不是监狱，这里是我们的国会，是我们的立锋利程度超乎想象。三层肉的皮啊，几乎是皮开肉绽的情况。要是呢，人直接接触在上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层肉的皮啊，是比我们人的皮肤还要厚非常多，都可能会化成这样子的话。那如果是人的皮肤直接碰触到蛇龙，这个伤势可能会更加的严重。这是在防土匪的，防那个敌人的，哎。我们都是善良老百姓。我们带头的巨马高墙追回418军工教劳陈抗，防护等级超出以往，除了靠近围墙做的第一层防护，隔绝人行道再加一层铁巨马，最外头用的是具有杀伤力的刀片蛇龙，三层防护圈住立院，总长保守估计超过1公里。但这些冰冷锋利的铁丝刀片，除了可能伤人，也已经扎进人民的心中。那个陈局长，来，你请你答复一下，请你站起来一下吼。人民百姓认为讲伊贪污，无得到公平，爱顶前抗议，你有看到无？年金改革、军功高，为着因的权益。去抗议，咱伟大的蔡英文总统用这种手段，咧对付家己的人民。如果拿咱高雄的市民，阮啊顶前抗议，我请问你会用这种刀片的技能，咧来威吓未？来，你答复我。你会安尼未？谢谢。多谢柯议员，我想伊伫高雄的部分，我会要求我会买，你买啦，我会要求警察局爱搁较柔软。哦，来，请坐来。谢谢。甲你拍破我啦，来，咱警察局长，来，请起来坐。陈局长。林市长，今麦咧甲你交代的话，你有听到啦？吼，会啦吼。我相信你也袂较对啦，吼。为着要做官。来，请坐。为着要做官，来用这种蛇龙来对待家己的百姓，军功高，年金改革，顶前抗议，有啥物唔对？来，时间暂停一下。时间暂停，等他呢？好，叫好，开始。
请问咱的政府敢讲，予我讲话就会倒？请问咱的政府敢讲，予我讲话就会倒？请问咱的政府敢讲，予我讲话就会倒？我要对军公教的朋友来讲几句良心话、感谢的话。军公教是咱国家安定最大的力量，嘛是国家安全进步甲希望的杀手。军公教是咱全民的共同资产，毋是咱的敌人。如果讲我的每年有淡薄仔成绩，全体军公教人员绝对是功劳者之一。对军公教只有感激，千万唔通将因污名化，甲军公教来无情对立，这是不智的。来，市长，请你简单答复了吼。因民进党前后任的总统，啊，对军公教的看法。啊，太多，啊，拢无共。啊，你看过咱陈前总统啊，这段讲话了，啊，你是伊认为讲是到底军公教真正有遮尼难歹？咱要改革的当中，真正必须要着爱甲污名吗？讲伊是不公不义，啊，结果恁家己民进党的前总统讲军公教是咱全国安定的力量。啊！你的看法，你赞同对一个对一个总统？请市长来，请简单答复对不对？多谢。我一直认为公共教是国家安定的力量，我基本上认同是这款的观点。啊，嘿，我对市政府，我对所有的同仁，文化同仁，你认定就好，请尊重。请坐来吼。军公教。是全国安定的力量。军公教大部分拢从毕业、退伍，经过补考、高考，啊一路为年轻、为少年，就一直为国家打拼、努力。年金的改革，要怎改革？嘛无要紧，啊！敢一定得爱把咱只军公教污名化，哈、啊！讲因不公不义，啊！因不公不义啥？从少年毕业，经过高考、补考、补考、高考，啊！一路每一个月所领的薪水摕一条提拨金落来，就是准备讲要。等候吃了，通有一条退休金通享用，国家共收大省。即马为着要年金改革，安尼甲这个军公教安污名化，讲啊拢袂正直，讲人不公不义，啊！啊，这就是恁有为的民进党的政府。所做的行为，政权拼过手啊！输在你咩啊拢会使，你啊看卖，拄啊当选39岁，会化国总统，退休法案不追溯既往，因为那代表国家过去的承诺。退休制度是一个需要花时间的深度改革。目前已经退休的人，我不会做任何更动，他们的退休金和消费人力全不被影响。差遐多，一立一休，劳方、资方，包括政府，三方面拢总输。民进党完全执政啊！啊，会当会定出这种政策，创啊，规个产业拢总外移，劳方也无欢喜，资方也无欢喜，啊，政府也予百姓抗议，顶前
烽火连天，一日一宿，无满意65.3%，啊，这个发干。啊，我请问咱市长啦吼，啊，你也捌做过劳委会主委啦吼，啊，伫咱阿伯一日一宿实施进程。比如讲，我平东时啊，我一日是赚1000块，会落风。啊，我若做我头家咧，叫我拜六礼拜，我会加班。讲叫做1.33啊。安尼1.33是领偌济来？市长你倒来。请市长回答。加。用不过就是秉持薪水加班费的加一倍，1.33倍，大概增加100多块。1000块，我一日若领1000块，我今仔日若来加班，我领1000块过330块，安尼叫做1.33啊，大主意。啊，即马一日一宿了，政策要改变了，资方必须付出。我若叫我来加班，资方必须付出我薪水1000块，你还阁加我1000块，阁过660块，安尼叫做2.66啦。大市长，你请坐啦。安尼我问你，安尼资方，啊我着加，我着互恁加班，我着一直做。予恁一直做，啊，我一直开，啊，前收入我嘛无够通予恁加班费，所以资方也无爱予恁加班，啊，我原底若一个月赚30000，我若拜一礼拜一个月4个礼拜，我拄啊若一个月有通加班2个礼拜4日，我一个月阁会当阁领5-6千块。除了我的薪水，我的本分了，我一个月加班费加5-6千块，6-7千块，安尼对我一个家庭不无小补。啊，这种高塞政策也用出来，创啊大企业要活鱼，中小企业无通生存。我一个台南的朋友真心说。翁阿母来找我，拄仔咧开讲，讲个议员啊，因某咧互我听，讲我下昼时啊咧煎鱼啊，拄仔甲输无啊，鱼啊煎啊一半，讲敲电话要叫甲输行个送甲输来，讲歹势，今仔拜六无员工啊无营业。鹅仔笑啊，讲伊个鱼仔煎啊一半，从我订旁过人厝边隔壁，共借甲输。即摆一日一宵，即若继续舞落，即摆着有哦，连要破病都爱拣时间，毋通拣拜六礼拜破病，有当时啊有钱你都无得通看。所以市长，歹的政策，啊，难道中央的政策就真正唔对？啊，咱地方一定爱配合吗？来，请简单答复来。请市长说明。多谢。我想伊这个法令是全国性的法令，但是中央即摆有表示。啊！伫6月底之前，伊对这个法令啊，因有要有做一寡来说明甲解释。啊，徛伫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的立场，啊，阮感觉尽量处罚毋是阮的目的，尽量用辅导来代替，哦，尽量互说明，互所有劳资双方的理解。哦，电视，即摆我讲，大家媒体拢足连讲的啦，吼，拢透明的。南投县长要求伊个劳工局长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劳检处卖一瓶，伫政策袂明朗，即讲啊，即祸国殃民。啊，你有法当要求你的劳工局长比较南投县安尼做无？来，简单答复我，会使袂使？多谢。可能国家的法令袂当因为地方无同款，啊，讲多一个地方无遵守，高雄市政府无这个权利。啊，你有遐尔啊遵守吗？过去的马英九的政的时代，你有遮尔啊遵守吗？啊，遵守。过去我咧做议长，中央政府马英九，啊，高雄市的重大建设，你请坐啦。伫高雄市投资要到3000亿，予地方建设，啊，你嘛是甘命啊袂假子，啊，你真正有遐尔啊遵守？你若遐尔啊遵守的市长，我著看你做起的。你真正遐尔啊遵守？啊，你为着高雄的百姓，中央的政策都真正唔对。安尼，你甘愿要让高雄市的百姓背诵就对了。你的意思就是安尼啦。中央的政策，你一定要遵守。我看你即摆你是比蔡英文更加伟大的，他什么全部都给你，你才能遵守。你唔敢为高雄百姓，甲交代到当局长。比较南投县，你爱好啊？劳检处也无发动，无出动，百姓就无代志啦。较有境界啦，陈大市长。来，市长。这是恁蔡英文执政一年啦吼，重大政策，加在这个，拄啊只正十项，我甲列十项出来。啊，市长来，你看一下来，请你看吼，啊你答复一下来，你对这个政策的推动，你认为啦吼，你点两个都，你认为对两项你有满意来，来，请你答复来。我知影你一定会跟国民党党产啦吼，这一定的，这唔免我阁，互你答复这一项，你阁跟一项就好来。来，市长你答复来。请市长回答。迄个辉和家园。哦，辉和家园。啊，你讲辉和家园啦吼。啊，即马高雄市，诶，空气污染有歹无啊？你当要辉和家园，在二行程的乌都麦不要紧，麦讲。你即摆高雄市的空气品质，全台湾性上歹。啊，重点伫底？重点伫底？你敢知影？兴达港火力发电厂、大那埔火力发电厂。这拢原乡，啊！你有学林佳龙讲炮打中央无啊？啊！你当要火和家园，安尼叫做火和家园哦。高雄市叫做火和家园哦。你讲这个是真正用笑死。高雄市的空气品质，全台湾省第一摆。安尼，你对伊的火和家园？你讲你满意，袂歹啦！你敬这个，啊，我看也是无啥人敬啊。除了吼，对国民党的党产这一项啦，啊，像那你也看，红火连天，啊，拄啊连一项得八成伊都无，两岸的关系。武啊，即马伫急诊室，
伫冷冻库，我伫这议事厅也甲你建议几落遍，讲你这高高在上的大市长，你哪毋着闲闲啊？暗时啊，拄啊饭食饱，七八点，莫讲到九点，你八点出去倒，你甲暗棍出巡，叫你的司机洗有炸嘞，高雄市的每一个角落你也行行。我相信你会足艰苦。天气是歹到会惊死人。我今仔要出门，搁调低个加一块报纸，啊，可口可乐十月还要关厂，这表示啥？这表示高雄市甚至台湾省。已经是一个足歹趁食的国家，莫讲外来，外资连咱全台湾省才排得到的企业，大家拢烧念手，烧念手，看要刷来地，较有底通生存。啊，当其时，蔡英文咧选总统的时，你挂主任委员，你甲全国的百姓当胸坎，保证讲这个赞的，一年还袂到，网络民调剩18%，啊，你过去的保证为倒去啊？我是认为你必须要甲全国人民道歉，讲啊。我成绩错了，打打叫啊！这些政策了，都啊无一人百姓会满意的了。啊，你即马建工打造火和家园，啊，我着请问你高雄市的空气品质倒？火和家园毋是用嘴讲的呢？顶个会期我咧甲你问。新南洋的总基地在高雄市，啊，到底唔来做着啥？新南洋的基地在高雄市六七百里呢，足好念的，用嘴念的较紧了。第一名的单局，啊，佮有单局的第一名。啊、我介绍给高雄市民听一下、哦、你来看看，吼、哦，民调不管是都第一，不管是都第一，见看到单局就是民调第一名。我这个较歹尔，四月你排名第八名，全台湾省，啊，若伫六都，你排名第三名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。即马五月做起来，做起，听到讲单局的满意度，佮选冠王，又佮排名第一名。哦，啊！你拄啊比苏某康72遍，佮较紧。顶个月排名三六都第三，即个月变第一嘞。啊，较有遐紧嘞，一个月时间变化遐济。啊！难道这个月百姓生活开始好起来吗？应该是安尼吧。啊，无靠民调跳啊紧啊！单局的第一名，第一名的单局，甲单局的第一名了吼。啊，即马咱即马讲单局的第一名了吼，负责全台湾省第一了。负债已经要到3000亿啊！啊，即马佮讲啥？前瞻计划偷足侪钱，啊，民意代表若小可有意见，反而讲你这自筹款，咱这钱要一堆来，安尼你一点无啊就讲低嘞，啊！你出来发佮兼讲。
请咱这百姓敲电话，互黄昭顺委员，啊，互陈宜敏委员，请因支持前瞻建设。靠，这遮尔那歹的市长，啊，你也已经做了十二年啊，进入十一年啊，敢着搁用这个布？敢有讲甲中央讨钱？啊，第一个民意代表会反对，是咧替你烦恼，讲你即摆即条前瞻计划的钱入来，地方的自筹款要为对来，这毋是三亿五亿会当解决的呢？啊，2900几亿，你搁加自筹款，拄好个3700几亿款，哎，3800亿。负债愈来愈重，啊！你即摆市场，你像年外做做，尻川拌拌的，啊！人民来收哦。用口的心胸的，口的思维的啦，唔通常常的垃圾波啦，啊！啊！我直接来咨询，我跟你讲，下当甲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的建设，无人唔咩啦。无人会反对的啦，啊，啥叫前瞻？前瞻就是讲咱目睭看到未来，这卡个叫做前瞻。啊，就当蔡英文讲的，吉姐，我全部都给你。我是要偷做一寡较有意义的工课，啊，啊，成囡仔公立幼稚园。坐破头，这种工作你敢唔做？啊，高雄市的污染源，二行程的机车，讲暂时小部门要改四行程。啊，像这种的，要按2000亿，1800几亿，啊，你拿二行程的机车，高雄市。230几万只，哎，有多歹？你甲蔡英文讨，啊，高雄市的空气品质，就真正这机车，啊，占大面，是毋是全面来补助？为高雄市开始创办，这开始叫做飞鹤家园了，啊，一台准啊3万啊。230几万只，较贵偌济？较超700亿啦！啊，若只乌多麦换了，佮讲拄只我讲的，遐火力发电厂，利用你的高度，你含市民徛做伙，更禁止烧煤炭，安尼高雄市的空气品质一个嘛好起来。这卡叫做前瞻计划啦，市长。啊，这种工课你唔做，你伫行政院、公听会、搁分家规，那这条这两条黄线，互你做起来，啊，一日讲会当60几万人、67万人个，搭乘捷运。来边见局长，高雄市的人口现在多少？简单到得。请局长回答。啊，多谢主席，多谢那个议员。咱拢总278,800几。278,800万，准好278,800万。一日哪会当67个？67万人，安尼等于着讲每4个百姓，着爱有其中有一个打捷运。啊，这是永远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啊，唔通多啊贪。骗这戆百姓啊！地方的发展，无一个民意代表会甲你反对啦。但是你钱要花在刀口上，该做你唔做，前瞻就是目睭看会到的未来，它就叫做前瞻啊。轻轨。我甲市长咧报告，
我的生上后悔的就是讲我的忍耐，轻轨准好过，开160亿做轻轨。等下影片我放你看吼，负债第一2900多亿啊，今嘛要搁前瞻计划，迄条钱唔知要为底来了。公安事故嘛是第一嘞，啊，死30几个，无当作一回事，啊，做啊知知知，百姓公安事故发生遐严重，你竟然还阁要抓人，啊，你也看卖。因儿出生率连续5年，6都拢上尾仔名，啊，这嘛是上尾仔第一名。现出成绩，连续5年负成长，啊，6都排起来，啊，高雄嘛是第一名。成长率嘛是第一名，上尾啊！啊，少年人无地通趁食，所以必须要去到他乡外市食头路。啊，这嘛是搁倒数第一名。宜居城市啊，吼、哦，熟悉啦，我感觉某某做宜居的店，即马当然出门。开车也拢袂堵，啊，暗时啊，若要散步，头前也无啥人，啊，后壁佫袂赶，住了足轻松诶，迄叫做宜居城市。食饭饱，7点外过，规个高雄市。无半只好心蠓啊！遮尔啊萧条的城市，咱高雄市政府一直打打叫，讲咱是高雄市是宜居的城市，啊，就宜居的店。我讲开车也袂塞车，开了偌顺的，啊，要运动，头前也无啥人，后壁也无啥人，有啦，啊，来公园较济人啦。公园的运动好所在，文化中心袂少人啦。你也看这种空气，空气污染，全台湾嘛是第一的。咱全台湾拢总有76个空气品质测站的吼，检测站的。咱高雄市的造影，竟然是全台湾省第一悬的。PM2.5 浓度，就是讲全台湾第一悬的空气第一排，就是造影。伫10名内面，高雄市全台湾省前10名，高雄市占4个。空气污染，全台湾市嘛是搁排第一。你来看嘛，二氧化碳排放量全世界上高的，二氧化碳排放量34.7%，全世界上高的，这应该叫做全世界第一。哦，放烟火。酒馆会当点火，啊，百姓点一个灯仔火，安尼要拍尾子，放烟火，烧钱啦，讲烧钱，嘛是第一名，啊，连续放14日的烟火，上尾啊，一日讲放完，2017，
讲连续放二十分钟过十七秒，安尼百姓、遐学生囡仔，安尼网站底啊无头去。来，我请问咱环保局长，来，请起来者。环保局长，蔡局长，请起来。啊，当当放二十分过十七秒时，啊，恁环保局有开单无？简单答有无得？有没有？这个没有了。跟议员报告哈，这部分伊不是空屋，这个没有开单。没有空屋。他有噪音无啊？他这个部分不是有没有就好了？没有，没有，请坐了。百姓、庙师，那小可放两个炮啊，两管炮啊，开紧紧，高雄市政府。放一个烟火，二十分过十七秒。来啊，消防局长，来一下。啊，恁有搭，恁有开单无？有看到无？他这个是依法令规定申请的，依规定申请不用。依申请可以放二十分到十七秒吗？经过主管机关核准的。啊，你请坐啦，你莫怪做啊，知知啦。一般的百姓，若放两罐炮，环保局的、消防局的水沟，罚紧紧。安全正着爱安尼表示安那，天下太平。一个烟火一放，连续放十四日还袂煞，搁上尾啊，只搁放二十分过十七秒。主管单位无半下敢开单啊！来忌惮来表演，嘛是怎啊？你嘛是会控制，敢毋免？你嘛是会开呢？公开放二十分过十七秒，阁是伫暗时啊十二点，伫暗时啊十二点放二十分过十七秒。五行五数，百姓安怎拢做袂使？我市政府老大个，我要安怎拢做袂使？我伫议事厅讲个，我拢负责啦。我对一条来甲你单局质询了，毋对个。我欢迎你提告，只准做官放火啊！百姓点一粒点火，安尼罚紧紧，啊，靠！这种政府团队啊，啊，打这点火。好，即摆即张号，我就是意思是讲，我要一年减一年，阁开较少。即公务预算要开3270几万，啊人赞助毋知偌济，我毋知。敢有需要安尼开钱？咱高雄市即摆是拢无负债啊，啊，咱的百姓拢安居乐业，人人有头路。天下太平，安尼来庆祝讲，加开小库，百姓苦哈哈，啊，敢有需要呢？来，讲这游击队呐吼，啊，咱高雄市嘛是公立幼稚园，咱的经班数六多。上尾啊，一名，101年到104年，新北市拢总增加216班，咱高雄市增加8班，靠差啊济，
台北市增加128班，啊，这你甲看出有差遐济？我相信这即马是每一个民意代表服务处的听。当我的服务处接到二三十个，超30个以上的家长，讲来拜托讲要入公立幼稚园，来咱教育局长，来，你这个问题，你有捌甲市长讲三楼的啦吼？你有甲报告过无？请范局长回答。谢谢。有严重不足，你有报告过无？其实，市政府全面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配合有没有就好，有没有？我敢讲，是啊，无要请假。因为配合中央的政策，改由非营利幼儿园的设立为主要的方式。我听足济啊。我听讲是经费唔合理啊，你请坐啦，你就讲我背就好啦。啊，到底放言论较重要，还是公立幼稚园较重要？啊！我听讲你有去争啦，啊，但是都唔合理啦，啊！每一个家长像咧无头餐咧安尼，啊，有去服务处讲啊好诶，啊，阮都徛伫遮，啊，一个囡仔讲想要读公立幼稚园，啊，就搁爱抽签，啊，嘛唔知有无嘛唔知啊，啊，名也搁一滴啊，议员啊，拜托诶安尼。2亿，我看2亿就会当解决足侪问题。现有的教室都拢有啊，啊，这种工课唔做，这种工课唔做，啊，你来甲放烟花，外口哩讲啊，讲你若无8000后1亿，都若无1亿后8000万。六合夜市啊，你来看嘛，消掉这种型啊。过去是安尼啦，啊，即马是安尼啦。市长看一下吼，你也看一下吼。啊，你看你看到的艰苦个，即马一句话讲，六合夜市啊，即马都为中山路看到自立路啦，啊。啊，唔上报，规日在武选举，你也看卖，这嘛是第一名啦。破坏文官体制，陈大市长，你嘛是第一名。所有即嘛伫市政府食头路公务人员，过了足无希望的，啊。所有啊，机要兼任的十等的、十一级等的专门委员，啊是讲担任十二级等以上的市政府的顾问，包括局处的主任秘书，拢总该机要任用啊。我即马要讲，你着讲你无违法，当然啦，啊，你也看高雄市，即个公务人员过了有希望无？当当我少年毕业，经过补考、高考一路，啊，一路行来，我做二三十年啊，好不容易有要出气啊。我这个白来争教育，争看会到未？我这个高级顶的来争十级顶的，看有机会无？拄仔拢总你这个机要讲占的，我敢含你，我敢含你，含你小输啦！那即摆高雄市市政府，那伊投票你就对啦，你100票摕无2票啦。那伊高雄市政府这个员工啊！来投票啦！你
你保证金绝对没收的。哦，贪污团队，你全国嘛是第一名。啊，简单记了个一个。你来看，这我无我袂解雾来，来，甲放。你来看嘛，轻轨了，开160亿。我讲，讲我一生，我感觉做了上对的，这条是机会，准让你，准让你。你来看，连一只好心梦也无，这暗时啊，啊，这日时啊。日时啊，这绝对无乌白解无乱，日时也无人，暗时也无人。啊，拄啊连一只乌心蚊也无。捷运、轻轨，即摆要搁加两条黄线捷运。啊，这你看要安怎？啊，负债愈来愈重。啊，甲你讲，用一点无人治的。谢谢许议员的质询。休息，下一节9:55开会。